乌克兰是这样选照片的。指甲盖，我就想看指甲盖吗？怎么今天指甲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告诉你 ，secret。三刚刚我选的，我说你这样选，给我蹲成这个样子。姐妹，真做人间不可法，好好工作哦。这个钻石好大哦，这几卡拉。嗯，当然是你。哎呦，首先要掉下去，想不到的。所以就要赚钱喽，不用工作喽，真做人间。你好，你好，猝不及防哦。好，你好呀。哎，我们这个次吗？我可以来个左脸的，就是你突然好好好好，预备开始。你好，我又拿我的右脸。你好，你好呀。没色猝不及防。你好，不太好。怎么样？今天的我是什么呢？他直接拿手机来上领带。很开心，这次我的新歌可以跟李代合作，请采访一下你现在的心情，激动吗？我希望我有自己的思想，我被他不想被他扯。今天就是我第一次跟李代的合作。谁要来啊？妈妈，我的小 K， 小 K 李代，加油！拜拜拜拜，来吧，衣服很小。我试一下啊。光是不得加一点，我的我的。你随时那个跳着跳着，你给自己往后送呢。看到看到，有的有的有的。Like a downtown bomb, you get nothing from me. 玩个游戏，断了去听，不疯捉影，不砸碟，不在意，不在意。不在意，不在意，是真的真的不在意，不许加的加的不在意。有人要出，对，是高级手工制房的手套，这只能你穿得起，因为我先给你的套配。哪里勒出了淤血？这里拍照，这勒出淤血了，留着。到时候我卸完妆拍一张，我昨天就拍了，我看我发给谁了？发给我了。是吧？人了，你是钱发了吗？知道吗？我那个走红毯的时候，走红毯之前，我把那个戒指放在那个包里，结果我那手包一打开，戒指掉了，然后我吓死了，我以为我要36万没了，掉地上了，中了，它马上捡起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掉下来，我以后有这个意识，我说以后这个戒指啊，我说很负担，不敢甩，就上次陆凯然掉了那个耳骨夹，它一掉，我就。36万甩出去了，先去了那个地区，太热乎了，我这房间上，叫我热死我了，现在首先有暖和，没热乎，没那么气。本来进来帮我们弄那个布，眼睛也干了，放布，年纪大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站进来了，真的舒服多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台上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
Thank you.